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可以反复水洗的厨房纸呢，关键这活动也太合适吧，而且更厚实，三层的原生木浆可以直接接触食物，吸油还不凋谢，油炸食物可以直接当吸油纸，关键它还可以水洗，湿水后也不易破，平时可以当抹布洗碗来用，可以反复洗个两三回，做完饭还可以拿来擦手，擦灶台和油烟机都特别方便。